澳洲品银袋日墨尔本杯嘉年华每年十一月都在费莱明顿马场举行，场入边衣香鬓影，无论男女都着到花枝招展。其中 Derby Day 女士的 dress code 要有礼帽，不少人出尽法宝，又用纸、树枝等的环保物料 DIY。大会仲有 Maya 时装比赛，胜出者当然有厚礼啦。唔知道冇价，话明系嘉年华，当然仲有唔少嘢睇。R&B and see with the headphones on. Party. Any going there in pro balls around? 女士都可以一尝跑马嘅滋味。玩到妆都用埋，仲有 booth 俾你随时扮靓。想睇现场比赛，定系想舒服一啲，边睇边食呢？场入边有餐厅，需要预早 book 定。仲有游客中心，临走前顺便寄埋 postcard 都得啊！